玉珍，到了青岛以后千万要小心行事，敌占区的情况比这里复杂多了，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姐，你放心吧，我又不是第一次出远门了，再说这是回青岛，是咱们自己的地盘，就算你让我把秘密交通站开到美国去，我都不会给你皱一下眉头。倒是你让我放心不下，你看你最近又憔悴了很多，我都心疼了。鲁家山，你们交给我的任务我保证完成，可是我也要交给你一个任务。什么任务？想尽一切办法让我姐好起来。如果我下次回来呢，见到她还这个样，还这么憔悴的话，我一定饶不了你。瞧你这个妹妹，嘴多厉害。姐，你们找到了比生命更珍贵的爱情，我打心眼里头羡慕你们，所以我也希望能够看到你们成就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鲁家山，我姐是一个好女人，如果你错过了，你会后悔一辈子的。画的不错，这下面写的什么意思啊？家中的老母亲在盼着你们回家。好，我这就叫人去印刷，把它散发到日军的据点去。山田清，你太过争气了。家山说了，要好好犒劳犒劳你。他还说，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倒着。等他回来了，我跟他一块给你包饺子吃。谢谢。擀的皮儿这么厚，这哪能包饺子啊？这可以烙饼了。你看，面少点儿。哎，我那冤家不是说一块来擀皮儿的吗？怎么不来了？大少爷说他有急事要办，让我替他来。大少奶奶，你就将就点吧，我能把他囫囵擀成个儿就不错了。那哪行啊？那么厚的皮儿怎么包饺子呀？大少奶奶，这样可以吗？我再教你一遍，来，给。看啊，馅儿啊不能搁太多，来，哎，搁这一点就够了。先这样，先捏中间。对，慢点，哎，两边再这样，一点一点的捏起来，看。对，一点一点捏。这不饺子就出来了吗？团团圆圆的，多好看！团团圆圆。是啊，我们中国人包饺子啊，是一家人一块儿包，团团圆圆的，图个大吉大利。可我跟母亲不能团圆啊，跟川岛贞子也不能团圆啊。大少奶奶，你说，宫美会不会折磨川岛贞子？我很害怕，我一想起川岛贞子，这里就会痛的，很痛很痛。川岛贞子不会有事的，别担心了。哎，山田清，你这是怎么了？你
别难受啊！我最见不得男人这样了，你还愣着干啥？赶紧把我那冤家叫来去！快点！单天星啊，你别哭了，川岛镇子真的不会有事儿的。整个曲城我都跑遍了，就没找着大少爷的影子。我看咱们还是帮咱们的吧，他肯定是不会来了。我去。我就知道。这俩人准凑到一块儿去了。你个冤家，放着正事儿不干，跑这儿来采蘑菇了。我只想给武工队改善一下伙食。采蘑菇，你干嘛非要叫上他呀？你可以叫上我呀。他再说了，单田青立了大功，咱们不是说好了一块包饺子犒劳他的吗？你全忘了？哎呀，这事我真的忘了。你啥都能忘。大国堂你也忘了，陈国清你也忘了，就连金总理说的话你全忘了。就忘不了你那小狐狸精。大少爷，大少爷，怎么样？挖通了，挖通了，走，看看去。大少爷，怎么样？我知道这是什么地儿了，跟我来。对，就是这个洞。这个洞是通往九曲的，这简直就是一个秘密通道。宫本和郭林怎么也想象不到这儿，咱们可以通过这个通道，把他们的金矿石通通运往九曲。大少爷，咱们抓紧吧，走啊！报告，进来。政委，你找我？啊。坐吧。我是想问问你啊，孟喜梅的事儿你是怎么想的？这段时间我就没睡过一天安稳觉，这感情的事情快把我折磨疯了。周伟，你知道我爱的是顾一言，可是命运偏偏让孟喜梅出现在我生命里。她对我太好了，可以说她把女人的一生都交给了我。我真的害怕伤害到她。周伟，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事情，你是我，你会怎么办？陆家山，我知道你的处境，
我也能理解你心情。可是作为人，不能永远陷在个人感情的坑里，总要想办法解决嘛。为什么感情就那么折磨人，就那么难呢？大少爷，小鬼子都去吃午饭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你快去快回。怪我放了，我不能让你活着。这些金子，它本来就是我们的，可是你们来了，给抢了，给夺了。现在呢，我们只不过是把它藏起来，然后找个时机把它运出金矿。这没有罪，这他娘就是应该的。你也知道，如果这个事情让宫本知道了，我就没有命了。我的命不值钱，可我呢还不想死，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看到你们战败归回都要去，我好气这把金子，传统真子！求你，你我离不了，我不说，我不想让你死，可你得死。到了下边，我可以给你多烧点纸钱的。我在这儿，你干什么去了？等等，少偷了，快干活！哎，干活干活，干活去！哎，大少爷，咋样了？刚才运矿石的时候，川岛贞子给看见了。什么？没下得了手，就在他手里，你心太软了。他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宫本，大少爷，你快逃吧！
就从后面的通道走，快点！你说我要逃了的话，咱这通道肯定被宫本发现。不行，兄弟们的心血都白费了，还让小鬼子占了便宜。陆家山交给我的事儿，我得干完。我不能让这玲珑山的金子都让宫本运回日本，换武器打咱们自己人。你不能当着让宫本来杀你啊！要是川岛贞子真的告诉了宫本，大不了我一个人暴露。你们抓到跟我没什么关系，我死了，你们接着干。举手来，走下，快！宫本好像已经知道丢了有一些金块的事情，所以你得小心。请进，我的小姐。简爱，唐某叔叔的小屋，还有飘，这些都是我最喜欢看的小说。开心吧，这些都是我送给你的，我按照你的喜好布置这个房间，我想有一天你来找我，这一切会令你开心。你真的来了，谢谢你，和森。赫森，你今天要带我去见的这个人，他可靠吗？伊莎贝拉是我父亲好友的女儿，她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很了不起。她也是波吉教会医院最出色的医生。那他会帮我们吗？试试看吧。Who is it? She's my friend. But she's not looking like badly hurt. Isabella, 你好。我是 Jenny， 中文名字叫做顾玉珍。其实受伤的不是我，是我的朋友。请原谅我们对你的欺骗。啊，你好，珍妮。可是为什么你不把你的朋友们来到我们这里？
因为他们不在本地，来不了。他们受了很严重的伤，需要盘尼西林消炎，如果没有的话，随时可能会死掉。所以伊莎贝拉，我想请你卖一些盘尼西林给我。盘尼西林？你知道盘尼西林是什么东西？就是违禁药品，只能在医院里面使用，我不能随便给你们。Okay, Isabella, you know we are really good friends. I really hope you can help us. It's very, very important. If I will help you, I will get into the prison. 顾小姐，我已经猜到你的身份了。不过在赫尔森的面子上，我不能去告发你们，请你们走吧。啊，先等一等。伊莎贝拉，如果是你的同胞就要被死神带走了，你会眼睁睁地看着不管吗？我只是医生，我不关心政治。我没有跟你讨论政治，我跟你说的是生命。在这场战争里，每天都有无数的人在失去生命，而在中国的南京，我们有整整300,000的同胞死在了日本人的刀下，他们曾经都是活生生的，可是现在却只能静静地躺在泥土里。伊莎贝拉，生命一旦失去了，就永远无法挽回，不是吗？伊莎贝拉，一直以来我对医生都充满了敬意，因为你们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在你们的眼里只有病人，没有阶级，没有贫富，也没有善恶。我相信即使是一个身患重病的杀人犯来到你的面前，你也一样会仁慈地去救治他，对不对？更何况是那些为了正义而战的勇士呢？可是真抱歉，我真的不想被连累了。Isabella, it's not going to work like that, trust me. You know, I swear my family that I will take all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you will not get into troubles. I swear God. And you know, it's not a crime, it's just to help one of our friends.没想到这次能这么顺利，明天一大早呢，我就把这满满的一箱盘尼西林送到青岛的联络站去，让他们转交给我的朋友。赫尔森，这次真是多亏你了。我还是不放心，我明天送你去吧。不用了，你明天还要工作，我一个人挺好的，放心吧。我怎么觉得你变了？你不再像那个天天捧着小说流眼泪的女孩子，你更像一个女战士，一个充满着斗志的女战士。那你是喜欢以前的我呢，还是现在的我？你觉得呢？当然我都喜欢。啊，都拍好了，马上上船了。安静，有日本乘客举报丢了东西，这艘船暂时不能离开，所有人把随身行李打开，得给你行李准备接受检查。嗯，我来等等。各位小姐，接受检查，把箱子打开。你们这么强行检查是对别人人格的侮辱，我没有偷东西，我拒绝开箱检查。所有的人都要接受检查，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快点！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干嘛？你们对美国公民也这样无礼吗？我是美国人，她是我太太，那怎么连我们也需要接受你们的检查吗？不必不必，美国人是皇军的朋友，你们不需要接受检查。对不起对不起。错，很好。政委，下一步咱们就可以着手印刷自己的钞票了。招远银行的那次行动，给日本鬼子狠狠的打击，但日军侵占香港以后，很快弄到了香港印刷法币的设备，他们很快会印制出大量的伪钞，我们只有尽快发行我们的钞票，才能保护好我们根据地的金融经济不受到日本鬼子的侵犯。印刷钞票最重要的是模板，可咱们上哪去弄这个模板呢？可以去青岛，青岛的印刷厂设备全，质量精，有很多能工巧匠，我们可以在那里完成模板的雕刻。严政委，我想亲自去趟青岛，一来是搞到模板，二来我想去看看我妹妹顾一珍。别在我面前提她，太不像话了，走也不说一声。你见着她替我骂她几句。顾先生，顾一珍她在青岛为我们的战地医院购买了很多紧缺的药品和器械，救了我们很多受伤的战士，可以说你们顾家兄妹功不可没呀。你要走啊？哦，我去趟青岛。你去青岛干什么？对不起，我执行的是秘密任务，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什么秘密任务不能说呀？要我送送你吗？不用了，谢谢。哦，对了，现在银行的保卫工作越来越重要了，我去青岛以后。弟妹，你这慌里慌张的，怎么了？你见到我的冤家了吗？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他。不在严政委那儿吧？严政委不在，我们跑哪儿去啊？哎！哎，弟妹，你这怎么了？慌里慌张的啊？出什么事了？顾雨莹走了，我那冤家也不在了。他们俩准是一块去青岛了，顾雨莹还骗我说去执行什么秘密任务，那骗谁呢？我又怎么干都没干住。孟喜梅同志，找我有事吗？政委，你可算回来了，我都等了你半天了。有些话我想跟你说说，要不然我这心里都憋屈死了。别着急，慢慢说啊。鲁家山和顾玉莹一块儿去青岛了，还背着人，说是去执行什么秘密任务，连让我送送都不让。严政委，你说他们在根据地我还放心点，这两个人跑到青岛去了，天高皇帝远的，我又不在，要是整出点什么事儿来怎么办呀？
陆家山是和我一起去鲁南根据地开会，这刚回来。顾玉莹自己去的青岛。孟喜梅，你的性格一贯是大大咧咧的，这回怎么了？有我这个证人，你该放心了吧？嗯。哎呀，原来是这样啊，那我心里就踏实了。早点回去休息吧。谢谢严政委。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太蔵、野口少将の電話は何と。野口少将にあると延滞の駐屯軍を表彰するという、ジャウヤンの近郊から多くの金を本国に送った表彰だ。すでに岡村を送り少将を授与すると。さらに野口少将によると、その功績はわしと貴様だ。何ですと。もし岡村大尉が我々が2500キロの黄金を奪われたと知ったら、さらに我々は事実を隠蔽し報告を怠った。まさしかこれは大事。我々一体どうしたら。あの時わしは奴を甘く見すぎた。殺しておけばよかった。ドゥーイーガオとゴーリンに奴を殺させればよかった。キューム、2500キロの金塊をすぐに取り戻せ。失敗は許されぬ。いや、しかしあの王は今リュージャーシャンの手の中です。大佐、まさか北海根拠地を襲うつもりですか。マサオ、孫子の兵法の中に一つある。己を動かず敵を斬る。聞いたことがあるか。阁下突然带人把咱们警备司令部给包围了，还从参谋处押走了李参谋和赵参谋。广文县长，到底怎么回事？司令官阁下，你可知道有五万两的黄金被攻打卢家山劫走的事儿吗？阁下，这事我们正在追查。追查？郭参谋长不会系在护短吧？这话又从何说起呢？如果不是有内奸，陆家山怎么会对皇军运送金子的路线了如指掌？宪兵队一阵熊胆摸瓜，查到了两个内奸，他们不是别人，正是你们司令部的李参谋。叫参谋，顾本先生，不是我们，是冤枉的，是冤枉的，不是我们，司令官，司令官，我们冤枉的，我们是冤枉的。有黄金作对，私通共党，私有有辜。司令官阁下，郭参谋长，这五万两黄金关系到大日本帝国的军国大计。如不立即追回，你们金贝旅将难辞其咎。二位，好自为之。你去走。宫本，你个王八蛋！
当着我的面毙掉了我两个参谋啊。这叫什么？这叫敲山震虎，杀鸡给猴看。两个参谋是冤死的，是替咱们死的。宫本是想告诉咱们，那五万两黄金如果再找不回来，下一个就该轮到我们了。我要看不出这个，这几十年我不就白活了吗？可是要追回那五万两黄金谈何容易啊。金子啊，谁抢到手肯还回来？郭林，金子的事儿你怎么没早告诉我呢？我这不是怕打扰您炼金子的雅兴吗？放屁！这么大的事能瞒住我吗？我是说过，警备旅这摊子是交给你，可我也说过，你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是司令官。大事还得我做主，遇到事情你还太嫩，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看来警备旅这摊子事儿，以后我还真得过问过问呢。秀秀，你说你这个堂叔会帮这个忙吗？应该没问题吧，但是我这个本家堂叔啊，他天生胆小，而且现在在一家日本人开的工厂里为日本人做事，我就怕。什么？他在为日本人做事？玉珍，我们还是另找他人吧，我觉得这样太冒险。可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模板并且保证精工细作的人只有苏子琪一个。三叔，您就答应了吧，冲我您也不能把这事儿给推了。我都满口答应大小姐和二小姐了，您可不能让我丢人现眼。对不住啊，苏某能力实在有限，这么复杂的模板我做不了。可双木玛利亚的托兄，你多能教课啊。不，那不一样，这模板的难度太大，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不要在我这儿耽误时间了。可三叔，你都不管，那我们又能去找谁呀？苏先生，请你帮帮我们吧，我们可以付给你金子。这不是金子的问题，顾小姐，请不要难为苏某了。苏先生，这两块模板的用途想必你已经猜到了。实话给你说了吧，我是八路军，也是北海银行的行长。姐，不用怕，苏先生和八路军是一家人。什么一家人？我又不是八路，你不要乱讲。您虽然不是，可是您的儿子是。你不要胡说，我儿子不是八路，就凭一张照片就能说明他是八路？也许别人认不出来，但是我看得出这是我们北海银行外面的那棵大树。平时我喜欢坐在树下吃饭休息，甚至连树上有多少个裂纹我都一清二楚。耶，三叔，你不是说我苏虎哥去香港了吗？怎么去北海那边了呢？苏先生，您会为了您的儿子自豪的。自豪？别连累我们一家老小就行了，
他一声不吭离家出走，参加了八路，这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我们一家老小还有活路吗？苏先生，请您也不要怪他。我想，他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一定也会非常痛苦。其实我也一样，也是离家出走参加革命的。我们是在救国，是在抗日救国。一个国家在遭受外界侵略的时候，总要有这样一些人挺身而出保家卫国，不然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这两块模板是北海银行要发行的钞票模板，对于根据地来说可谓是生死攸关。所以苏先生，我请您再认真考虑一下，明天我们会再来的。玉珍，走。等等，明天你们就不必来了，不要让我留下，一个礼拜以后你们再来吧。